今天呢，我们看看腌子玉的食物和打灯之后的效果。腌子玉呢，属于青海料，属于和田玉，质地半透明，水头好，玉质细腻，无结构感。腌子玉的颜色很丰富，有浅紫的、绛紫的，大多数在灰色调中带有紫灰的色调。灯光的照射下，腌子玉会透出淡淡的青烟紫色，倍显高贵，看似与世无争，已经收获众人惊叹，美不胜收。腌子玉呢，属于和田玉种，和翠青玉一样，是青海和田玉中比较优质的玉种，其他产地极为少见。再加上腌子玉品质优良，颜色淡雅神秘，非常美丽和稀有。近年来，由于产量稀少，需求量大，价格越来越昂贵。目前市场上没有假冒的腌子玉，因为这种腌子的效果很难仿造。腌子玉的美，我们不禁感叹，纵使百紫千红万种风流，都抵不过其清淡的回眸一笑。